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嗯，我是九零年属马的，然后我想问问身体、事业还有感情。九零年属马的。对。九零年属马的。哎呦，小丫头，你的感情运不好啊。对。你要被人家骗的、啊。已经骗了三次了。 你呢？不，<laughs> 你呢？小丫头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，你以后呢找朋友呢不要去找，明白吗？我已经许愿，三十岁之前绝对不结婚，也绝对不找了。三十岁以前。呃，然后以后的话就随缘，也不会去找的。啊、哦，就是以后也不被人家骗了。那我要是告诉你，<对>你一共命根当中被人家骗三次。 第四次嘛，有一个年纪比较偏大的人，对你还不错，你要不要啊？也不太想要。啊？也不太想要。也不太想要，那我就把它吹掉了。<laughs> 你好好的修心，傻姑娘。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的感情伤的很厉害的。对。第一个和第三个。对。 大家看到了吗？啊，第三个是不是我欠他的？我好像梦里有，很多我好像梦里梦见他，我给他上辈子是我的老婆，然后他给我生了五个孩子，我还是抛弃他了。是不是对。 你怎么都知道啊！我梦里梦见的，因为我、啊、我是你知道吗？你还打他？对，我修心到现在，我梦见你十来次，你每次都会给我梦遇到一点问题，你就会在梦里给我一些开示，然后我就梦见他了，然后就。哦、嗯、哟所以今天你就抽到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对对 <laughs> <laughs> 你看看台长法身厉害啊！ 所以你小丫头有缘分，你要好好的念经。我明白。明白了吗？<白>你不要再还完债就算了。对对对，<多>我也这么很多父母亲都是来还孩子债的，还完了就拜拜了。对。不要自己再要怎么样？哎呦，我一定怎么样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没有办法的，我明,白明白了吗？嗯,嗯。哎呦，真是个好孩子，很善良的。你除了上辈子欠他，你这辈子没欠了已经。 明白了吗？已经还了差不多，你第三个真的，呃，还了他太多了，结束了，好了。那就太好了。然后我想问一下我的事业，我想把孩子养大，自己一个人。哦，你还掉过一个孩子哦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是我吃过避孕药吧。啊、然后现在有个孩子，呃、然后呃。 跟第三个生的，然后但是已经分开了嘛，但我想一个人把他养大。你就把他养大有什么关系了？对，我想看看是孩子，是是孩子有没有罪？<对>你就把孩子在身边好好养大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对孩子好一点不就好了嘛。对，我想看看我的事业是不是可以支撑我把他养大。你几几年属什么？九零年属马。 你本来嘛，这个事业呢也不是太好啊、呃，经济收入也不是太高，对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台长刚刚帮你求了一下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谢谢那接下来把他养大是绝对没问题了。谢谢。好不好啊？好。啊，夫妻好的不得了，梦中都经常看见台长发生很、啊、厉害的。好啦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我生完孩子之后腰腰。 就是右面。对，生孩子之前就肾发炎，也是在右面，然后生完之后就特别疼。现在的右肾很糟糕。对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已经影响到你的坐骨了，<对>所以你坐的时间长了，你就像腰椎间盘突出一样。对。哎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没什么大问题的，告诉你一个方法好吗？好好。念经。 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手搓三十下，嗯、然后自己这么搓。嗯，你记住了，而且每天要喝大杯水。嗯，明白了。啊，喝大杯水，喝大杯水的时候念大悲咒。嗯。啊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啊，没关系，感觉观世音菩萨的光从你这身上上去。好。好吧，好很快就好了，谢谢腰没什么大问题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我身上的灵性要多少小房子？ 六十九张，六十九张就好了，好好好好好好你先试试看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六十九张说不定不够呢。嗯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嗯嗯。很老实的孩子，他就是来还债的，嗯，真的很很很好。你呢？你这个人非常善良的，你这个人就是太善良，你知道善良到后来有点傻嘞。啊。傻的嘞,嘞。 你你第三个老公他骗你什么你都相信的，对，啊，他说什么你都相信的，对，他说他是你养的，你也相信啊？啊，啊我是不是白色的马呀？哼哼哼。你这匹马，两个前面两个爪子拼命的往前跑，后面两个腿啊抽不动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呢？ 又想做这个，想做那个，但是呢又做不成，后面牵住你的脚筋了，听得懂吗？那我是做生意好还是去上班好？你应该可以做个小生意，<好>听得懂吗？好，你很想做小生意，我看你过去想跟人家合作做过。对,对对对对对。看见了吗？哎。 我还想问问我能不能有一天去东方台，因为我梦见你说我是什么，呃，我是差不多再修一修，你说差不多。你在梦里跟我这么说差不多，说不定上天了呢。差不多又不是说东方台来。我是问你，我能不能到你身边到东方台去？然后你说，呵呵呵呵，差不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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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，那么努力努力了。 也就是说，有一天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到你身边去。我唔知啊，<laughs> 好好努力，小丫头，好吗？好。啊。然后我想看一下我爷爷今年去世的，然后我觉得很对不起他，所以请师傅送了一些小房子给他。然后我想看看他在哪里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呃，鱼高才，就是愉快的鱼去掉竖心旁，然后高兴的高，发财的财。鱼高才。对。 于高才，哦，你爷爷长得还挺高的，嗯。还好吧，我觉得他。嗯，眉毛挺浓的。嗯、啊。头发不多、嗯。对。嗯。他已经到天道了。天天,天。玉界天。这么好，他他走的时候是摔了一跤，然后在家政病房里面就。走掉了。嗯。很快。嗯、他他。 他,他现在已经在御界天了。他还恨我吗？我,我你你你帮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、啊？我让师傅帮他烧了一百多张吧。哎，他怎么会恨你呢？你帮他推到御界天了，他不会恨你了。因为我第一次梦见他，我我跟他道歉，他说我不会原谅你的。第二次梦见他，他我说小房子你放起来到天上他说我要你说，我自己知道的。还这么凶？不是他挺好。那你要我现在把他拉下来？不不不不不，他不是很凶，他就说。 我自己知道的，我把它藏得很好的。看见了不啦？嗯，然后已经好嘞。<laughs> 感恩台长，感恩台长。你们记住了，很多过去的过世的亡人，开始你大家在阳间的时候很凶很不好，但是他死掉之后，你给他念经，他慢慢的会改变对你的态度，他在梦中就会对你很好很好，因为你给他小房子了，给他经文组合了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啦。然后那个，你昨天说我的宝宝肠胃不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他要几张小房子？ 四十九张，好好<啦>感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yes, uh.